killing spree. Godlike. Holy shit. Monster kill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景达耶。那景真英雄呢非常的强势哦，从前期开始呢伤害就很高，有很强的消耗能力跟高爆发。一般来说，英雄比如马加是消耗型，而克里纳卡是爆发型，而景呢竟然是同时拥有高消耗能力跟高爆发能力。那是因为呢我们用我们的爆发来消耗敌方，我们一技能翻滚时间呢冷却时间非常的短了，而且呢还可以储存的关系，可以连射两发，后期这伤害可是秒杀的，没有多少英雄可以撑住我们两发的暴击。这次我们玩的是景达耶。景达耶呢比射手有一个好处哦，走魔龙路的景呢很容易魔力不够，但走达耶路呢，我们的身上常驻蓝 buff， 有用不完的魔力。但玩景还是需要点观念哦，你要知道呢敌方的图钉脚什么时候会过来，我们要远离他们。这版本呢基本上会出来的英雄都有图钉跟位移能力，所以啊有图钉脚是一定的，如何自我保护呢才是我们必须的课题。加上这一场呢我们出示全攻击装，没有任何保护能力，必须靠我们的走位跟观念。走位跟观念呢是玩景的必修课。而这场实战解说呢我们将会说该怎么走位，还有怎么看小地图等等的观念。那这边我们注意到敌方有两只英雄在，我只想把这奎伦赶走哦。由于有防御条关系呢，虽然敌方有两只英雄，我们汗血还是能够欢迎的。目的呢是不要让敌方太过的舒服，如果奎伦满血的话呢，他会到处啪啪走哦，甚至抢机会去越塔强杀我们的队友。可是我刚刚做的动作呢，把他血量压低到一半左右，他就不敢去中路了，毕竟一半血的拉兹可以瞬间把他秒杀，这样子我们队友就更加安全。那这就是团队贡献了。举例来说，这个拉兹呢会觉得哎，怎么这一场这么好打，让队友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呢，也是打野该做的事情。当然呢我们必须为打野平反一下，有时候有些队友呢他们会搞不清楚状况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就单纯的怪打野。这种队友啊其实数量还不少啊，也不会太多，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呢，就只要忽略他就好了，不用跟那种人吵架。我一直觉得呢，花下来打字的时间，我们倒不如来多做点事情，比如多推一座塔，或者多射敌方一枪，那都好。像这样子啊，敌方可能已经露过头，我知道我们自身是安全的。景呢往前滚只有一个情况，当我们看到奎伦在右边哦，在拉兹呢，只有我们确保自身安全的时候呢才会往前滚，否则呢我们的翻滚通常是往后的。而且啊景的翻滚也有默默的改强，现在呢把距离跟时间都有显示出来。这边我们的朗博运得不错，那可惜伤害差了一点了，刚刚呢差点可以把敌方全收，如果没有多一个输出在的话。这一场我们必须称赞一下我们的朗博，他做的最不错的一点呢就是他的视野做得很好。以我们打野来说，对辅助最大的要求就是把视野做好。这个朗博呢不单只视野有做好，而且技能也放得挺准的，所以他大招呢都可以敲到多个目标。所谓的视野啊，那就是比如刚我们吃完魔龙走来中路的途中，不是有经过一些草丛吗？朗博都会把那些草丛探一探呢，这就是辅助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大家如果你玩辅助的话，记得要帮你的队友看一看视野。那注意这边我们朗博的位置，因为我们在蓝区吃野怪呢，吃完也一定会走出来，他已经提前呢先把附近的视野探好，而这时候、啊、他就探我们右边的草，右边的草呢是我们最有可能会被抓到的位置。我们红区呢这时候竟然同时有三个敌人，我们身上有死神，死神用完之后呢弗伦先倒，后来还反杀了几个奎伦，那是多亏朗博的大招还有他的护盾，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杀不了任何人。那这场呢就是有会玩的辅助的好处哦，我们能够把节奏打得更快一点，有了帮我们看视野呢，我们就可以提前去做事情。相对的呢，如果你没有辅助，没有人帮你看视野，不然就是你的辅助一直待在魔龙路该怎么玩。那其实也不是不能玩哦，只要玩得更加谨慎。
丢波我们看视野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偏发育，发育要更重一点。发育的同时呢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团，打赢波团呢，再往外去拿优势。或者你单纯发请求集合的信号，看你辅助会不会过来帮你看。OK， 奎伦的位置已经露头，刚在上路，那我们知道中路安全了，我们就可以往前压。尽量把这马加血量打长一点，看能不能点到制造塔。马加清兵速度比较慢哦，那顺利点下。而且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朗博的位置？这边点塔的时候呢，他是往前靠的，往前靠呢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就可以给马加压力了。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点下制造塔。OK， 这边弗伦先露头，我们只有他视野呢，就可以安全的输出，最后一发大招把他了结，继续累积我们的优势。那我们全场呢，不停的都在发育中哦。这边朗博有帮我们看回中路的视野，那就是安全的，我们可以互相的掩护。朗博帮我们看呢，如果遇到敌人，我可以帮他把敌人赶走，甚至击杀。那他也可以呢，帮我们探一探有没有人在埋伏，降低我们被击杀的几率。玩警打野呢，正面单挑的话，我们有信心可以打赢敌方任何人。我们比较怕的是被敌方多人埋伏哦，蹲草。尤其是如果敌方有耶娜跟瑞克，两色都是蹲草王哦。而这边呢，我们已经抓到奎伦，就跟着他，先把奎伦带走。可惜的，这波我们的血量比较少哦，吃完小丑一整套。小丑设定的通常都是血量绝对值最低，或者百分比最低。我们血量少的话呢，他就会把所有技能打到我身上。那用了我们第一次复活，我们还有一次的机会。那复活呢，让我们节奏不拖慢了，让我们一直保持发育。那这时候我们的伤害呢已经成型了，遇到奎伦跟他单挑呢也绝对不怕。若奎伦先生的话呢，我们要给他一个二技能的缓速，瞬间滑走，这样子呢他就打不过我们了。那这里辅助还不在啊。我们往下路靠，等辅助来再一起去。奎伦的位置已经被我们发现了，那我们往防御塔方向滚呢，同一时间奎伦就往后走了，这样子他就放生他队友，成功再赚一颗人头。那就是走位的方法，我们的走位能让我们赢下这一波团战。如果刚刚我选择是往前翻滚，奎伦发现有机可乘过来把我们杀掉呢，敌方在旁边的弗洛伦也会一起上，那我们就会打输这波团战。相对的呢，我直接滚向防御塔的方向，让敌方奎伦直接绝望呢，我们就打赢这一场。OK， 带着敌方弗洛伦，弗洛伦呢通常都不会买坦装，顶多是买一件反甲，所以呢他会怕高爆发的英雄，加上费类呢斩杀线还挺高的。OK， 这边呢我们把敌方的外塔都拔掉，我们可以找机会呢吃那个凯撒。如果视野好一点的话，少一点点我们的辅助复活。那这个蓝被烧掉了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的辅助已经复活，这里可以往外压一点。敌方有一个蓝，敌方附近有四个队友在，找到奎伦的位置。那奎伦为了这个蓝呢，可是搭上了自己的小命。弗伦在我们面前交过了位移瞬移了，那他就没办法跑了。我们一直在外圈，反正呢不要让他可以途径到我们，而他途径的其他队友呢就是我们输出的时机。而同一时间我们注意到小丑刚开过二技，那他就是一只死掉小丑了，再回头收这个奎伦，射一枪马加，再一枪奎伦，奎伦剩一小秘密血了，可惜了点。那但我们还一次可以拔掉这座防御塔，我来这里稍微蹲一蹲。OK， 注意到奎伦，我们那天脚瞄到他的大招哦，他的大招实在太过显眼了，搭配我们朗博呢，成功把他带走。而这一波呢，因为我们队友都回家了，否则我们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像刚刚啊推下路高地塔或者凯撒呢，都会更好一点。可是如果队友不知道的话呢，他们已经回家了，那我们也必须配合队友哦。很多时候啊，就算我们有正确的决定，但是还是要以配合队友为主，虽然队友是错的，这是一个团队游戏，尽量帮助队友打赢那波团战会比较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个凯撒，
我们说的是路人局哦。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玩呢，有办法沟通的话，当然呢，我们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告诉队友。我们这个龙呢，就直接放在这，敌方魁人在退上，我们就从中跟下一起进。推高地也是紧的强枪哦，我们下后非常强，后排被我们射到一枪了，基本上就要回家。魁人这时候在中路露头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心打起来。魁人还在冲，那这边我们火力输出是很高的哦，持续往前输出，追到魁人的位置，他露过头。OK， 这边他已经确定被打跑了。那他回家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打一轮。他刚刚用过大招呢，短时间是没打的。我们先持续的输出给伤害，魁人在后面往后追，这波他跑不掉了，带走。我们火力还在哦，井的火力呢是持续的，只要我们能够点的呢，就能够一直翻滚，普攻也会降低我们一技能的冷却。这里方剩下两只魔龙鹿，我们等这波兵线下来再打一波。弗洛已经复活，那他观念是正确的，来抓我们，他就是应该要抓我们才对。OK， 先把小丑秒了。那用这野怪来吸回点血，野怪就是补血包哦。那这里追到敌方可人已经复活，我们把血量吸健康一点，避免被可人秒掉，秒掉就是意外了。纯个放狗射击在身上，谁靠近就射谁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敌方坦克太多呢，记得把破阵的位置改成天成云。而这时候我们是看到魁人的，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过来，利用个墙壁。那墙壁能够让近战英雄非常的绝望哦，比如像魁人还有弗洛伦。那最后成功赢下这场游戏，打了 39% 的高额输出。以上的是我在井打海的实战解说。把井玩好的关键呢，很多时候都是走位。那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了，我是尚恩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